试验黄也没掉，因为注册过，真的注册过太多东西，根本就不会。是验黄会掉金色图纸步枪吗？对对对对对对，不然我再查一下，也是啦，金色，他名字叫什么？名字会叫什么？就什么突击步枪、图纸纸啊？我去看全名。你说你图纸放在哪里？这里。它就叫突击步枪设计，突击步枪设计图纸，对，是。看，哈，钢弹八，快点，快，嗨，加油了，終わりね、撤収。火属性的枪支附魔是火属性的。天巫符。剣女盤石天道、ここにあり。祭りの開始や。せっか。就这样。没等不够，要不然剩下就不用骑。骑的有什么？焰皇可以吗？焰皇有吗？焰皇应该可以。那你抓到？啊，我看一下，不是你要看他的能力啊，怎么说应该可以，怎么可能说可以就可以？我也不知道，你要看他能力啊。朱雀可以啊，朱雀可以，朱雀可以，对，朱雀可以。骑在背上期间火属性攻击将获得。你们是在哪边看啊？那你们是火鸟，是火鸟可以，是火鸟可以。骑在，比如说像深渊骑士，骑在背上可以进行二段跳，这个就没。都没有，对啊，那个就没有。就对啊，你看的地方是对啊，就是看他的伙伴技能啊。啊，那你就找火属性的伙伴技能啊。那你朱雀还我，那你朱雀还我。火麒麟、淬火鸟都可以。火麒麟跟淬火鸟都可以，所以焰皇没有。你说朱雀可以啊，那你朱雀还我。朱雀不行，朱雀他、啊、朱雀不行吗？他是骑乘时间。哦，有啦有啦，焰皇也有啦，焰皇也有，焰皇也可以。所以朱雀不行。燕之翼呢？骑在背上，在空中飞翔，乘坐期间火属攻击将获得强化。对啊，可是他没有装火、他是说火属攻击获得强化，不是？哦，是火属攻击而已哦。哦，他要转化火属攻击才行，不是火属。是玩家的攻击要转化成。那我的焰皇，我的焰皇给谁了？焰皇，焰皇没有啊，焰皇只有火属性攻击得到强化，他没有专属、所以火属，算了，我看应该会有人整理啦。直接去找人家整理。雷鸣鸟它是暗属啊，雷鸣鸟是雷属不是吗？雷鸣鸟是变成暗属啊？是啊，我看一下。哦，赋予火属。迅雷鸟啦，迅雷鸟是雷属啦，迅雷鸟。对，迅雷鸟是赋予雷属，雷属的是迅雷鸟。水属碧海龙，龙属。哎、你帮我看一下，打倒。有一些特殊骑乘打倒对应的相克的，好像可以获得更多暴击。我这有一个波鲁结构，就是打倒水属的掉落更多。不知道我们现在要打倒火属，对，我们要抓那个东西，要这是焰皇没错啦，那个金色的突击步枪是焰皇。你就用一个最简单取得的方式，反正我们都只是要那个。水灵龙就是这个啊，精灵龙的亚种啊。精灵龙，水灵龙要怎么孵啊？先去孵一下啊，顺便开个图片。暗夜符魔符是回血，可以吸血的。那个什么噬魂兽，我怎么没遇过？噬魂兽不是小怪了吗？对啊。好好。那个，如果你不想抓，你就去刷那个，去找一个什么，那个商人，他就商人也在那。优质踏步，优质步，收割，这个一下就这样好了。有吗？
有没有找到那个？找什么？就是打克鼠会掉更多道具。我不知道哎、欸。最快就是那个帝王丸啊，王啊。帝王丸。但你要好一点的，就是。对的。对，你懂吗？露蒂娜，露蒂娜会为玩家的攻击是一万是不是？极旋右，嗯，啊，为什么这？哦，啊？我在混，我在搞遐个。露蒂娜，是点二十啊？雷角马也，雷角马也会赋予雷属。火麒麟会赋予火属，那个水是什么？邪麒麟会赋予暗属，噬魂兽会赋予暗属。哎、欸，预言王是赋打打打五属会掉更多东西。那现在不是都打火属的啦，所以哦，要么水晶龙，要么就是七丸王。气丸王有他，你们你们会挑选要骑的优先还是比较滑水蛇？滑水蛇加金，滑水蛇加金，哦，主要是我没有好的精灵龙。若击倒火属性，那、啊、不就气王王吗？那、啊、你不用气王王不就好了？不好意思，是文兽。击倒火属的气、啊、王王，要与他并肩作战。叫他出来就是并肩作战了。好像好了好了，算了，那我直接带一只气王王。我不知道我身上有没有气王王。气满满，气满满，满满气。他不然就直接去副本抓一只就好了、啊。好像也是可以，就是把 boss 打到坏残血之后，要打死他。不用，你现在就直接丢血，不是100%了。他那么低等猪等。不是不是，我意思是说焰皇。哦。打到坏死之后再把气王王叫出来。你们那个赋予攻击会想要用要起的还是不要起的？我觉得看移动速度吧。假设是那种移动速度快的话，就是当然是要起的会比较好。啊，你先你看，像露蒂娜就是不用骑。你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看你要附哪一种属性啊？我再来看啊。龙属的，龙属可以骑的，除了极玄鼬之外还有什么？然后我看一下啊。没有了，就没有了。对，没有了，就极玄鼬。暗属的很多啊，陆地、露娜地。啊、这个波斯跟这个他妈在附什么东西啊？三个蛋的那副。我还差一只那个。哎、啊，你说那个龙系的，那个就是波鲁杰克斯啊。哦，是波鲁杰克斯哦。对啊。波鲁杰克斯是附什么暗属是吗？不是，是打倒水鼠会掉入更多道具。啊啊！为什么要那个？因为我还没有这只啊，就只是还没有而已。没有啦，我没有、啊。还有那个、啊，不是我负责。啊，我要来看。他不是说有一座塔要龙加雷吗？龙加雷、嗯，那个吧，五塔吧，五塔可能有机会。我只是推测啦、哦，我也不确定。哦，对。你还有几颗？哎，这颗。嗯，那、啊、你看不拿？哦，要我看。还不抓符？敷个图鉴呢？哇，凶猛结石大师脑筋呢、欸？哎、欸，这是最好的。那敷个水玲珑吧，好不好？为什么还要水玲珑？我想要开图鉴啊。等一下，我可以先敷那个吗？我想先敷那个。哇，稀有跟突袭指挥官呢、欸？好，好，换焰兽也可以啊，你就。多敷个几颗，给我一颗蛋开图片就好。
啊，还有人要开那个吗？那个杀小子啊，杀小子我够了，四只。我觉得杀小子应该可以了，可以把，可以不需要。我们都有四只了吗？杀我三只又够了，我不需要四只。那我就我没有啊，我只是觉得我应该不太需要。没关系，我先开了，然后看你了。铁臂跟毒血，我要你治疗这个，还是这个？对啊，不要自收回来。哦，你说你把那个都还了，铁臂稀有，还是呼吸铁臂稀有，就是你做的点。OK， 让我留。哎，你们有没有那个雷鸣鸟可以借一下？我没有新的鸟，雷鸣鸟我有一只。还有。我要看一下，因为我现在要打这个吉他，然后入侵刚结束。两发火箭炮送他们回去。啊！等一下，这边晚上才出。他晚上才出。看一下我的人。哎，冠希，这两只，跟多少才有？还有多少？看一下，两只。雷鸣鸟，好靠边。那边叫我不要拿着大炮，然后你自己也拿着大炮。他还有其他的配。啊，你去沙漠那个商人啊，那个无知的那个，他会叫雷鸣鸟。哦，就是把他抓起来，后来对，再把商人杀掉之后，然后他叫出来的时候，他会卡在上面。他卡在上面的时候，就是先把商人杀掉，之后再去杀那个人。他不知道为什么叫出来卡在上面，他卡在上面他就不会打。啊！不是我说，你不要买子弹，我只要买子弹，我没有那个、啊。是上面没有，下面叫火山，那个才是啥？那现在招配，按属性的那个换夜兽，我只是要派属性而已啦。你也在换装备。我要回去看，我印象中我的花一直在努力看到的爱就不带你出去打外面的王，就算只有二十几等的，你也没办法一枪灭。我看都抓可以，都抓可以。
得比较好控。极旋又迅雷鸟，我现在有龙属、雷属、水属，还有土雷属。霍鲁杰克斯有吗？有啊，他是没有，他没有。霍鲁杰克斯加打水打水系。哦。那这只龙，龙王宝金杰斯大师，梦。好，我去看皮亚索。我现在有龙、雷、水、冰。雷、水、冰，缺火跟暗，还有无数技术。需要和不无数的吗？应该不需要，他比较需要是。不是啊，我说的是副攻、附属攻击，不是掉落。还好，火麒麟。我觉得最主要是现在应该是要我们要把邪麒麟、噬魂兽。然后你贴这个我们就有钱了，因为我就是在看这个火麒麟、邪麒麟、火麒麟、邪麒麟、狮魂兽，对啊对啊对啊，淬火鸟。地上跑的比较好，还是天空飞的？看你说的跑的，在上面天空飞的比较快。我怕的，可是空中的有这个，所以我觉得空中的应该会比较好。可是碧海龙没办法飞吧？雷鸣鸟啊，雷鸣鸟要啦。我们是要和雷鸣鸟吗？还是没有？不要再和雷鸣鸟。对，雷鸣鸟要，雷鸣鸟是赋予暗器。啊，火的话要那个，我就直接把碎火鸟跟雷鸣鸟这两只，我就把这两只搞出来就好了。好。碎火鸟，哎。我觉得你们那个玩法是玩法，但是我只有在刷那个方案棋子的时候才需要打克。因为你家有加法需求。哦，对了。抱歉。好了，抱歉。惹巴拉不高兴了。惹他生气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欸，雷鸣鸟会掉那个中型帕鲁之魂，可以生。对，现在可以掉那个，我看一下哪。可以生出来肢解。我想想，我现在需要先处理上。抓一只碎火鸟跟一只雷鸣鸟。好，然后再去。那两个都是小怪，是不是？雷鸣鸟是小怪。雷鸣鸟都在泡油。都在小雪山那座岛上，然后碎火鸟在火山。你要抓哪一个？滚去！滚去！好像每个人都要抓。那不是在孵蛋吗？雷鸣鸟不在孵蛋。雷鸣鸟不在孵蛋。你要去哪抓？那我也跟你去。你说什么鸟？雷鸣鸟是在火山吗？没有，雷鸣鸟在山底下。耶！它的分布位置最多的是在……算了，我等外星人的蛋。在那个精灵的那边呢？反正我只是要那个，我只是要把它后面配出来的那个。你只要开附件而已。可是它会附属攻击。我不需要。要看
那个幻夜兽的图片。哎、欸，我怎么样？雷鸣眼，别丢，76%可以。哎、欸，削弱我一下，我怕削弱我一下他就去世啊！削弱我一下。啊！我抓到，我抓到了。OK。你是要自己抓吗？还是我去帮你抓？这附近有暗物吗？这里有暗物吗？没有闪现。靠腰，我想抓了。我没有手枪。我是有步枪伤害太高，我应该拿步枪吧。雷鸣鸟哦。我找不到。那我那边飞的呢？我还需要雷鸣鸟，我搜不到雷鸣鸟在哪。知道分布区域，可是他那种血分布区血这么滚的人都很难找。代表别的地方真的有啊，但是他很散啊。他动作还真的暗，根本就看不到。哎、欸，有看到一只，有看到一只。这只贪吃哪里去？妈的！好，我再抓一只，我再抓一只。强势啊，强势的对不对？我抓了三只，应该 OK 了。看要拿哪一只去服。连上攻击的也要晨曦指挥官啊？这么要求这么高的吗？啊，因为没有啊，因为我这一只，所以，是可以的。如果两个都指挥官的话，就更多了，对不对？帮我查个东西吗？嗯，帮我看耐热的是哪一只会掉？另外一只骑士不掉。对啊，我不忘记是光还是暗。刚光哪一只掉的、啊？对。我想。没有。如果身上的丢进去不会的，但是如果你是这些在工作的被你丢进去，一下就会痛苦。叫什么？你叫耐热是不是？耐热是混沌，耐热是混沌。
只能待这里。啊，有什么可以让暗影变？有啊有啊有啊。哪一只？我看一下啊。你要再进来一点。对。所以你的头肉多，再往前一点。精灵龙。那个草丛的中间。精灵龙。然后你环，视角转向，应该就看得出来你有没有肉多。只有精灵龙。OK。有肉多。我自己是看不到魔头的。我看你是肉多。那你怎么可以露出？你要站在它的中间再蹲下，站在这草堆的中间。精灵龙一定要挤在它背上才有那个的效果吗？没有吧，叫出来就有了。是吗？我看一下。叫出来就有了。并肩作战是叫出来吧？还是要请？对，并肩作战叫出来。那叫出来就有了。来抓的时候，他可以骑，然后他也可以并肩作战。并肩作战就会加掉了。精灵龙啊，精灵龙我也知道，凶猛运动变强。怎么连玩个 DVD 都要被逼验？按那种竞争的游戏不是很容易，就这样一直在那边翻来翻去，我玩了好几把才遇到一个，而且还是日本的。还是脑筋一直闭眼还不是得死，哎，可怜啊。好了，给你们个两米了。没有啊，还是我现在等你。他躲在那个牧场的那个草堆里面。然后不要弹指纹，防止技能跟强势可以。强势好。好，听着最后一个。最后鸟在哪里？在我这边吗？这边的吗？还是？我最后来这边，我付出一击。然后你是路上的？没有，我配出来的。是哪一个配？现在有空窝龙了。捡到蛋就算捕捉成功吗？为什么？不是要孵出来才算吗？我要继续来看他们生小孩。空窝龙那一个、啊，对，空窝龙加预言网是最后一个。但是卡在下面。白痴的嘞！我又掉了耐寒金属盔，可是不止。放弃这只给你。雷鸟，看清，我才不要！我有一只无底洞的雷鸟。你猜、啊，那你把它拿去卖或拆掉，不用还我。碎火鸟跟雷鸣鸟，火跟暗这样就够了。我有抓过碎火鸟吗？有啊，碎火鸟的暗是我，是你给我的。哦，碎火鸟吗？对啊，你有一只是你给我的。哦。我看啊，看碎火鸟的暗是几等的。我前面就雷鸣鸟在这里。碎火鸟 ，OK。我去做暗。在新家那边做。啊，对，我的那个金色耳装备。哦，你还缺材料吗？还是材料就先帮你挂。金链金属矿还在烧吧？哎，那魔人怎么跑去吃？没有吧？是帕鲁金属吧？哦，对，帕鲁金属。啊，手肿。他说：“魔人龙跑去吃饭啊！他们本来就是做爱做到一半就会跑去吃饭的。对啊，做也是需要体力的。
对啊，那我就戳那一个好了，金色的耐寒盔体，我还没戳出啊。你看还差多少啊？我记得不戳好了吧？不戳了，尽量的还是要多戳一点，因为还有耐热的要戳。那、啊、你有在刷步枪吗？还是步枪那只我去打？我来打啦，我抓一只气王王过来点他。哦，好。帕鲁金属锭还缺二十几个，我们还在烧，还没烧完，就只差那个，对，只差那个。你等他烧完吧，这只龙分太慢了。结冰器官这个做完之后，可能还要再买。结冰器官不会多了吗？现在319啊，做一个108。哦，我看那个什么火的器官有3000多个。我有消耗一点，但是还真的。我就先去出了。嗯，我帮你出了。金色光。帕鲁金属盔甲，开始生产。这怎么叫魔笛？魔笛是什么？嗯，是哪里？太懂了，不是冥府的守门人吗？是啊，对啊，那就差不多嘛，感觉类似。严肃哎！直接把它收起来就好了，直接收起来就好了。你记错配方了吗？没有。你先，你帮我收起来，然后丢地上，我回去再捡。所以把它现在要配幻夜送了是吗？好，有好的吃跳的人。有吗？有好的步枪吗？因为我的都是用抓的，因为我魔眼龙跟爆电熊听起来都不错。那两只是合的鸟，对啊。啊，有好的步枪吗？还是还没？好了，你拿起来。哦，我也想要换一下。对，好了，按你说水电。对，玲珑不是。玲珑，那个几条？金玲珑吗？金玲珑跟什么配？压那个鬼蛇吗？两只嘴开始丢水，他直接滑水蛇啊！滑水蛇干啥？干！性别生物哦！天成女，这个有游戏不支持同性婚姻啊！对啊，火焰龙跟暴剑熊。男女啊。
是啊，还是我这个。虎的超电熊分钟的。我也懂。这个天马家真的是蛮难受。哦，换夜送。啊，那个有的话也可以。对对对，应该就可以。因为我只要一颗蛋，我开个图片而已，我不用管它吃掉。我也是。对啊。我懂。你不是用射的就可以，不然你用龙鼠的、啊，哎、欸、地鼠的、啊，哎、欸、对有等级的、啊，有啊，阿诺比斯的，哦，叫出来，对啊，哦可以做。把那天空龙把这个翻走啊！等一下，等一下，他放好了，不是认识。好了，我的什么？把一楼的那个床铺把移到二楼。没有，他那边塞不下，因为他这个培育场要跟地面有，是在中华小在中间。爱组长也太了，这是在干嘛？这只藤炎龙没有在做事情了，我把它搬走，因为它卡住我，我没办法按。走，把它丢去旁边。妈的！我没办法。滑水蛇。配种牧场这里还有没有办法再盖一个？这边感觉有点太小。啊，有没有人用配好的？哦，配有。啊，快点去配一下，快点去配。对，龙加风。滑水车，滑水车。那你不是，那你不是只要开主线？我开主线而已。那也不用好。快点，那边有就用。这是猛兽的，这是母的。我看一下我精灵，我的精灵龙也是。对，他的狗，攻的，你要攻的滑水车。对啊，没事没事，快点。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脑筋工匠传说是火鸟，有谁要？你说脑筋工匠什么？传说。脑筋工匠传说的碎火鸟。我是不需要啦。那我丢地上有谁要、就是？反正我是开图片的，我只要有图片就可以。还不错、啊。好像是空窝龙去配的就。对，等一下，我好像有抓到一个不错词条的蜂窝龙，有没有人要换？我要换，我要换，我要换。我换一下，它是强势，超多十趴攻击。强势有加攻击的。我看一下，对，它加十趴攻击，但是防御会减。我这个已经是防御。这个冰军是跟雷鸣鸟在配。然后，夜什么？他有人的
暗黑骑士有要换的吗？我有抓到一个是三个金色词条的。我连暗黑骑士都没有。我很多都没有，可能越后面的 boss 我都越没有。灵王是什么？看仔细。所以法拉也是拿金色手枪。这种头盔很帅。嗯，是哪种的？跨鲁金色头盔啊。哦。你对了，那个不是有金色的吗？有啊，可以去抽。我去抽，我就是玩白银。这两个都是这两个我都是拿来我只要各一个好了他是好的我也是一个好的你哪一个要走走那你要不要升个两只比较好的再让他们可以我觉得也是可以虽然你们有要用啊有要用的话都不在这边如果只是开图鉴的话，就一人开一个就好了。就我身上那个换兵之后，换兵之后是什么？哇！那就是我们家的。那就是一个主场啊，身上的跨度很强。那你的头盔还是白皮？白的啊，白的啊。那我看赛车抽不了。可能还要再挖矿，因为之后如果还在做的话，金属矿会不够。不是啊，你要有安，但是叫出来就有效果。还有你滑鼠过去，他就看到有效果。发生了，不一定有安啊，安是一定要安是、啊、安是第一条、啊，第一条不是说要有安才能骑吗？啊，下面那一行就是它的效果、啊。哦，那我不知道。哇，孵出来骨质疏松。没中，他一过去他说可骑，在他空中飞翔，那就是要有安。安是坐骑开了吗？哇，那个就是它的效果。你两个都开了吗？开了，我都好了。
好，那我那我看水晶洞的暗处道好不好？那就可以了。水晶洞的暗应该是蛮好的。哦，对，它蛮简单的，它只要金属锭18个就好了。第二个家应该还有金属锭吧。我刚做了两个按摩，不好不好说。那你去那个做雷鸣鸟的那边很多金属锭，雷鸣鸟在这里。矿点箱子很多金属锭。我过来看一下。这边应该有三个。哦，有，我拿。都放一个配种，然后盖它的石头，它是粘在草地的那种地方。地基不是放在地基上，我放虽然放在地基上，但是它下面有一些地方要碰到地板。把我那个放在那个这个蜘蛛箱里，不能镂空就对了。对。那就不需要气弯了，气弯就在最前面。他们走掉。刚那是什么？是你把它打残之后，然后把水龙叫出来，然后再开抓是吧？再开把直接杀掉，没有再抓就直接对抗。我之前只会抓神兽啊，后来其他的就是，除非我图鉴还没开，我才会抓。够。我现在剩四魂兽、玉藻、玉前藻，还有什么？玉前藻不是小怪了吗？对啊，玉燕王。玉燕王也是小怪。还有暴电熊跟金熊。暴电熊抓 bug 就会跳了。暴电熊、金熊都有，玉前藻都有。那几个还没开。因为前早的就好像放牧场会，它有机会挖出金属果实，运动健将水，好像有不推荐的话，肯定要不推荐。就是去抓天马，天马的话，就有一些运动，对，然后就想让它去运动。